旅行是会上瘾的，走吧，我们去世界看看。芒果这一家，闷了一年多没办法出国玩，又只能把2018年旅行的片段拿出来剪一剪咯。你们跟我们一样看着旅行影片也会觉得心痒痒吗？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用心去旅行吧。一下飞机立马赶去14区的民宿放行李，就直奔圣母院准备登顶。因为上次来没时间登顶，这次怎么说都要上来看看。从这里可以眺望巴黎市区，还可以看到远方的圣心堂。四月中旬刚好赶上樱花盛开的时节，圣母院后方樱花树开满了粉红色的旌旗，如同海明威所说的，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待过巴黎，那么巴黎将一辈子跟着你，因为巴黎就像一场流动的飨宴。虽然每次我们都只有短暂停留几天，但巴黎的美深刻烙印在我们心中。每次来巴黎都会安排药妆店采买行程。2018年刚好遇到巴黎热浪，好天气，大家都跑出来晒太阳。原本也想当个伪巴黎人享受这里的阳光，但30几度晒两分钟就受不了了，还是在树荫下比较舒服。第二次来到巴黎，必去的景点都去过了。这一次我们就安排了我们人生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。这里是大小朋友的欢乐世界，我们也玩得不亦乐乎。没想到迪士尼乐园的魔力令人超乎想象，我们现在才发现真的是有点晚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到世界各地的迪士尼乐园，玩遍各大迪士尼。最后等到晚上10点多，欣赏了一场奇幻的灯光烟火秀，超级精彩的。带着满足的心，赶搭末班车回到巴黎市区。学学巴黎人悠闲逛逛圣凡夫跳蚤市场。这里有大巴黎地区最大的樱花林，幸运的在这里遇到樱花的最美时刻，品尝了一场现实的粉红飨宴。在樱花树下美好的野餐小时光，至今难忘。位于巴黎马黑区巴士底广场旁边，是很有名的在地市集。跟
跟着艾蜜莉一起丢石头打水漂。白天的埃菲尔铁塔搭配春暖花开的花朵，真的更美了。拜拜巴黎，短暂停留五天，准备搭乘大力士号前往下一个国家比利时。第一个城市我们来到布鲁塞尔，布鲁塞尔大广场曾被法国大文豪雨果赞美为欧洲最美丽的广场。结束景点参观，别忘了也要去吃比利时松饼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布鲁日很幸运的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，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建筑，沿途上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阴天的布鲁日别有一番风味。从布鲁日钟楼上俯瞰，所有建筑都变得好小巧可爱。来到根特，仿佛进入一个繁华富裕的中世纪时空。来到这里也要吃吃有名的根特鼻子糖。告别布鲁日，搭乘大力士号前往下一个国度。中转布鲁塞尔南站，从买票开始，一直期待今天是一个好天气。库肯霍夫花园位于荷兰利瑟小镇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花园，每年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对外开放，成千上万色彩缤纷的郁金香在园中争奇斗艳。都来到库肯霍夫花园赏花了，怎么能不租辆单车游丽色小镇赏美丽花田呢？丽色小镇就像染上彩虹颜料的画布一样，缤纷夺目，美得不像话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原来郁金花海就是长这样啊。的国王节是荷兰人狂欢的节日，整座城市变成超嗨的大型露天派对，每个人都换上橘色装扮参与这场盛会。
这一天，荷兰有地表上最大的二手跳蚤市集可以逛。这里的房价比阿姆斯特丹便宜许多，是住宿的好选择。这一天我们要去荷兰的第二大城市鹿特丹，决定骑着单车，搭着 water bus， 还可以免费带自行车上船，用最道地的荷式交通方式前往小孩地方。小孩堤防在鹿特丹附近，是荷兰最大的风车系统，19座古风车在辽阔的地平线一字排开，在1997年登陆世界文化遗产，是荷兰最知名的景点之一。一路上我们搭乘火车再转公车，约2.5小时终于到了羊角村。羊角村位于荷兰中央偏北的小镇，自古以来就以运河跟小船为主要的交通工具，有荷兰威尼斯的美称。的旅程，我们从巴黎一路玩到比利时，最后来到荷兰。这里让我们有股瞬间放松的感觉，轻松又自在，少了时时充满警戒心的顾虑。昨天又看到公车罢工的消息，只好取消北海小渔村的行程。今天就在阿姆斯特丹逛逛好了。这里有好多好好吃的美食哦。旅行最后的一个行程，我们来到桑斯安斯风车村，天气终于放晴了，但是气温还是很低，风势依旧很大。这趟旅程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。单单仿佛来到童话王国般，充饱了满满的能量，我们准备回台湾喽。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才能带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，飞向下一个国度探险呢？看了旅行片段，还是好想出国哦。好啦，
没有比平常还要紧张。